啊，信息透过啥来感知的呢？透过福音嘛，福音呢、啊，透过福音声，还是福音声不是一定就咱这个有肉体的这叫福音声呢？无形的嘛是福音声。好，啊，拄啊讲的贪嗔痴。也就是两边向，那你同时发生稳定嘛？哦，人讲，咱若感觉有的时阵吼，这个物件有的时阵，咱心一定一个无的标准嘛，那是同时发生嘛。而且这个无的标准是伫对潜意识内底嘛，那是还无现出来尔嘛，对不？所以两边向呢，一定是同时嘛。啊，那安尼，当你只取其他的信息。嗔也是会同时的，是啊，即使上嗔潜意识不出来念嘛。因此哦，人咧想无意乐的时，你感觉乐的时，是你当咧贪的时阵，你感受乐嘛。啊，其实呢，苦跟嗔的现象呢，有没有同时出现呢？有，只是在哪里呢？潜意识不造出来念咧。来了解。啊，有的人就当作，我即卖我主要当作，啊，因知影吼，苦伫个潜意识内底还袂发作出来呢。其实是啥？同时成立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修是要修啥？修转你的贪的念嘛，对吧？你贪的念了转掉了，啊！你潜意识那个嗔，都无去啊嘛。所以要变哪转？结就是以你离这个，你若知影这两边业相是你内心造的，你唔好想加强它的时候，伊个结就慢慢啦，转无去。慢慢转无，你潜意识就没有苦报的现行嘛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叫莫贪，莫因为乐取贪，伊的潜意识吼，伊的苦吼会愈久。安尼对无？还是观念吧。来加哦，理上是空性嘛吼，因为持有不比有持比的是啥两边相嘛，对吧？有男相，所以有女相，这叫做啥？持有不比有嘛，有贪所以有啊。有嗔嘛，这也是实有不必有，所以理性上是上同时成立嘛，而且当下是什么？当下是什么？无自性嘛，所以缘起两边向当下是什么？无自性，阿弥陀佛破掉嘛，对吧？你的本质做完了，对吧？缘起当下，无自性，阿弥陀佛执着的破了。那这是一对来讲，这是一家来讲的。啊，不过呢，不过过去生做的种种的业的，一定伫这阿赖耶识内底，到我都随消，无法度嘛，对吧？所以伊会慢慢啊放出来。啊，这业种慢慢放出来，爱要哪解决呢？我们嘛是爱一个一个解决啦吼，一个业种出来解决一个，一个业种出来解决一个。所以在世上吼，一定爱见，慢慢啊解决。理上是爱顿除咱那个执着的心，但是世上你爱业种要消掉爱要哪？一个一个来嘛，
啊，谁人爱一个一个来？因为这世上也是次第建立的，伊毋是同时建立的。同时建立，当然你会当同时化掉，毋是同时的，有次第的，一定爱。既然是次第建立，一定爱次第消掉，安尼得力嘛。同时建立，当然也在顿处嘛吼。啊，若世上是次第建立的，是毋是爱建处？啊，这次第建立要怎么办？我分析很多遍。然后说，你若执着于外面的有，那你内心一点有一个微有的表示的建立。然后这就是能所。好，咱若讲到外口，啊，内底一定有一个多变的，会想同时成立嘛？我多少讲，啊，潜意识内底有，一定有一个非有，这同时建立嘛？所以，这两个是同时，但是同时了，你会感觉哎。这有跟非有呢，已经是两边相，两边相好像是分开。那你一觉得有分开呢，一点够起来，相反相，什么相反相？这边是分开的两边相啊。那义的相反相是什么？同，所以并生义。亦非有，得甲原来两边相啊合作伙，哦，原来亦呢，亦是两边相，诶，倒边相是啥？同，所以亦了都有同的标志，哦，搁说咧，有亦有亦非有。的所，他内心一定还会产生什么？在另外一个相反下，阿弥，非有，所以由原来的有次第建立，非有，在次第建立，亦有亦非有，在次第建立的，非有非非有。就是这个能所先，再来呢，次第建立这个，再来呢，搁次第建立这个，这两个是同时，但是这个先了换这个，这个换这个是啥意思？所以有次第建立起来，这两个是同时不对，但是这个搁变这个的时候，已经无同时啊，一定要这个先了这个。啊，所以吼，一定要这个先了，再顾这个，所以又同时，哦，又意识，这叫做四相上吼，触地建立，哦，再来，有一点有相反的，啊，五吼嘛是同款，四地建立。可以，那个次第建立，啊，过来，由原来的这是上原本的，上原本的是拢无这样想，结果吼，你家己制造两边想，啊，过来呢，每一边吼都制造。这次第建立这四个出来，啊，这边吼、哦，我还是次第个建立这四个出来，所以总共吼、哦，叫做八句。
距离。有有原来什么拢无，结果吼，家己制止他背离出来。到家吼，到家有迄个无极吼，是不是无极？无极生太极吼，太极再生两，两仪再生四象，四象再生什么八卦？迄个是安尼来的，现在。所以你若知影这了。你就袂了解到这的法啦，哦，所以到这的法哦，伊是运用世间法，伊是咧运用世间法，因为这就是世间出来的原因，哦，因此。这个八句意，就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住在变成业种啊，在你的心里面变成业种。所以咱来在阿赖耶识里面，有足侪啥，有足侪对立的一相，你敢要相信？咱无始劫以来吼，已经制造足侪对立的相啊。一夜从夜来对，所以吼，你破这个了吼，还够一个还袂破，还够破这个了吼，还够一个还袂破，还是破这个，所以有法度一下子顿出个，有法度，我一点一点破，安尼，敢会了解？咱嘞。那个心事里底吼，无始劫以来已经建立足侪，就一款对立的业种，不管是黑白也好，大小也好，是非也好，男女也好，哦，善恶啦，哦，这东西哦，那个阿赖耶识哦，一定建立足侪一款对立的业种。因此哦，你要消解无这业障哦，这业障一定要现前的时破，现前的时破。啊，那无哦，伊拢一直藏伫个你的心事内底。所以吼，愈精进的人吼，迄款业障会走愈紧出来。安尼伊要成就的愈紧，安尼够道理。不是，因为起因非有，起因非有哦。还记得前后比例？起因会有原因，就是讲，老人问你讲，啊，到底是先有鸡啊，先有卵啊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啊，其实。